我们这里新来了一个小孩，一个05年的来实习的韩国人，打 AD 的，不是，他就在我后面，就在我后面，迟早会被知道的。他就在这儿，听不懂中文，帅不帅嘛？帅，我觉得可爱吧，应该不能用帅来形容他。现在基地好多小朋友，跟他妈幼儿园一样。直播限7万 B 吧，死掉了。哎，好像，哎，弹谁都会死，其实。哎呦，这种东西耍赖的，哎呦他妈的，打谁啊？一 c 一到我脸上来没人理啊。全都是躲不掉的技能。火炮呢？
哎，怎么感觉我伤害好低呀、啊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